你们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拿了红桃 A， 谁拿到红桃 A， 谁就是今天需要撒谎的人。所以，现在就要来看看谁善于撒谎。你手上有红桃 A 吗？不在。你拿到牌上有没有心情的图标？没有。大二的时候，最好的成绩是几分？大二，96分。你是典型的感情内敛型，那也问不出来。不是我。 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红桃 A 在你手上吗？不是。那会在谁手上？不知道啊。你撒谎了吗？我没撒谎呀。你觉得？ 在谁身上的可能性比较大？我不知道。拿出来吧。怎么可能是我？你刚才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，目光一直跟我对视，没有躲避。你就是想获得我的信任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才那样看着你。人家撒谎的时候的表情跟所有的表情都不同。刚才你一直故意目无表情，这就是你最大的表情。还有。 你说不的时候，下巴上扬，语气强调。尽管你一直企图获得我的信任，但是却露出了马脚。红桃 A 就在你手上。 大冬天你还下水了？少废话，多干活。目击者说，看见男的从海里走出来，第一时间就报案了。除此之外，什么也没看见。还有什么？啊？没什么。就是窒息是最痛苦的吧？还一尸两命，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你怎么现在废话那么多了啊？记一下，回去之后把周边监控全部过一遍。早记好了。那男的还说什么呢？暂时什么也没说。唉。
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没缓过来呢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回来。姐，恭喜木青姐进修毕业，还有悠悠生日，咱们是去幼儿园呢，还是直接回家呢？回队里。葛凡中。葛凡中，你们想知道什么？所有的，告诉我们具体发生了什么。没事，你可以慢慢说。那时候还没亮，他就起了。他最近一直失眠，都半年多了。他说，别着急。就坐在那儿聊天。他说他想用孩子听听大海的声音。再然后他说他想回家。这是意外发生的地方。节哀吧，我们会替你联系你的家属。你要去哪儿？我想回家。你还不能走，该说的话。后续还有很多事需要你配合，理解一下。
下午不能去，可是没证据也扣不了多久啊。先去医院。我是何小艺，他是我的同事。哎，高队，这是医院。知道。高队，我看过审讯记录了，这不是简单的溺水案，死者丈夫有重大嫌疑，不能草率结案。嫌疑？有什么证据啊？所以李支队长派我们来协助调查。喂。喂，李志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这案子是我的，你负责辅助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咱俩就没事。我叫严厉，第一次吃点。第一次，没吃饭吗？那就好。死者黄莹，31岁，面部青紫肿胀，眼球结膜充血，口鼻腔有异物，因大量积水而导致胃部和肺部膨胀，生前入水溺死。死者孕期7个月，单胎，男婴。DNA 鉴定结果是葛凡中的孩子。手套给我。身体没有其他外伤。指甲里有皮屑，可能是她老公的。对，葛凡忠说他施救过。难道是意外溺死？穆队，看来你们白跑一趟了。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随便下定论。没有证据证明有罪，不能说明是无辜的。不管怎么看，都应该是一场意外嘛。也不知道领导派咱来干嘛。应该也是你的揣测。他们回所里吗？再回趟现场，小赵他们应该还在那边。那我跟他们说一声。去去去。穆队，我们高队就那样，您别介意啊。这边，他们当时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高处，死者黄莹和她的丈夫，那就是在那儿落水的。
是啊，回去之后去他们住的地方询问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啊。好的，高队，你裤腿怎么脏了呀？ 报告出来了，什么情况？死者衣服上没有脏污，会不会是因为海水的原因啊？不会，就算是有海水的话，也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。但是，葛凡中说他们是坐在站台边上的，两位有什么高见啊？有可能干活了。 你说你跟你老婆两个人坐在站台边上，她起身的时候你没扶住她，她不小心失足掉下去了，是吗？是。你俩坐在那边等着看日出是吗？她衣服是干净的。我不明白。你说你俩坐在站台边上。 那失态旁边全是污迹，那他的衣服怎么是干净的呢？那他有可能是……有可能？我真的记不清了。你记不清了？死的人是你老婆，你跟我说你记不清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说呢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他是怎么掉下去的。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说生我的错是吗？是我把我媳妇害死了是吗？是我……你赶紧给我说话！是，是我没抓住他。他这样能问得出来吗？叫高队他们进来休息一下吧。好的。 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？
部队，有什么指教？李支队长叫我们来是协助调查。那有什么结果吗？我们还没有正面接触过嫌疑人。那就是说还没结果。你刚才提到他妻子的时候，嫌疑人有明显悲伤的反应。你看，嘴角下垂，嘴角和脸颊部分的法令纹加深，眼角挤出了鱼尾纹，当时身体还颤抖了一下。所以呢？可能是演出来的。综合观察，他的悲伤是真切的。只要有情绪反应，就是我们缩小范围的依据。嫌疑人现在已经陷入了个自我隔绝的状态，你问他什么都不会有结果的。也许换一个话题和方式会有所突破。好啊，那你有什么建议？我要跟他对话。这是您要的葛凡中手机相册的备份。谢谢。走。葛凡中，你的伤痛我们能懂，也请你节哀。这些都是你手机里的照片。你把你的妻子拍得很美。是她本来就很漂亮。你很爱她吧？没错。说说你们的事。什么意思？你们的故事。你想听什么？怎么认识的？你好，先生，还是和之前一样 A 套餐吗？好的，先生，稍等。先生，需要再点点什么吗？不需要了。你们餐厅几点下班？一般八点打烊。那我八点会过来。嗯。啊？赶紧的。
喜欢吗？你知道？嗯。这个气质好像跟我不太符。那你别要。哎，等一下。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这几套衣服，她怀孕的时候经常穿，对吧？应该是吧。还有这双鞋。你送他的。是。这双鞋的鞋底被刻意打磨过。嘴唇微张，典型的惊讶表情。你能确定他这个反应是真实的吗？这些反应都是非常瞬间的事情，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身体状态，身体僵直，这是明显的冻结反应，跟他的表情相符。这说明他确实对鞋被磨过不知情，也可以理解为鞋可能是另有他人动过手脚。王英生前跟什么人有些接触啊？亲属或者是朋友？我们一直联系不上黄英的家属。死者18岁就自己出来打工，除了结婚的时候，他和家里人就再没见过面。那葛凡忠呢？他的亲属呢？他妈不肯来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们家人都不管啊？黄英会不会有些同事啊什么？7年前他俩结了婚，黄英就把工作给辞了，断了一切的社交，别说同事了，他们就是和邻居也不怎么联系。哦对，有点新情况。说。小赵去了葛凡忠他家附近问话，好像有位邻居说半年前黄英差点出了一场车祸。会有什么关联吗？走，赶紧走。啊，穆队，你这么喜欢审就接着审，千万别停，有什么情况记得联系我啊。这高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哪儿得罪他了？别瞎说话。高，就这儿。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这儿过马路，突然从那边过来辆货车。那个路口吗？是那个路口。当时天气怎么样？当时没问题。高队，晴天。喂，是我，帮我调下监控。对，3月1号的。海信路和海口路，啊，路口路。好嘞，发到我手机上啊。哎，谢了。我们联系了你们的家属，你妈妈不肯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可能他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吧。毕竟是你妻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就不担心你吗？听说黄姨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好，你们结婚的时候，你们家有反对吗？是有过一点小波折，我妈不太喜欢莹莹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那黄莹呢？她就没有想过要改善一下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吗？她平时把心思放在家里就行了呀。听说你今天去陈姐，妈，喝茶。这是陈茶。不好意思，妈，我给您换。算了，你赶紧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去医院吧。妈。要不还是我陪他去吧。你去上班吧。这么说，他当家庭主妇是你的意思了？他自愿的。你平时喜欢做些什么？你的爱好？平时工作很忙。工作以外，每天会跑步。每天？对，跑步能使我解压。你工作压力很大吗？你的工作压力不大吗？那黄莹呢？她平时喜欢做些什么？哎，你问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吗？你觉得我现在有嫌疑是吗？我们应该怀疑你吗？我想回家。我们需要知道一下死者生前的生活状态。黄莹平时喜欢些什么？她平时就喜欢待在家里，行了吧？看到了吗？嗯，看。值得查一查。那屋子里面。那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？高队那不是抹不开面子吗？你说你很爱他，但是对他的日常生活好像并不关心啊。你也结婚了，你会问你的另一半每天都干什么吗？没事吧，高队？是。黄英这生前是什么样的人？活泼开朗，热爱运动。是。我知道了。小事不记得了，
大事总该记得吧？3月1号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不会连你妻子出车祸这么大的事儿都忘了吧？我当然记得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他都跟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你不要想太多。他分明就是对你有意见。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们怎么帮你啊？你觉得你母亲对这个孩子会有什么想法？她会不会不喜欢这个孩子？我没说过她会不喜欢。那你呢？这算什么问题？黄英在这儿跌倒的吧？对。当时车应该在这个位置。对。您的意思是说，就算货车司机没有看到黄英，黄英也早该看到货车了。你看，正常人在这个时间段之内都能反应过来，这说明什么？黄英可能没看清楚就走出去了。哎，这样的人多了去了，说不准啊。真可能是一场意外呢。有罪无罪都需要证据。哦对，家里那边说还是联系不上葛凡忠的母亲。喂，你确定？好。注意下面那个画面。在说到孩子的时候，他的双脚突然间转换了方向，典型的逃避反应。是因为什么会让一个父亲想要逃避自己的孩子呢？还能是什么呢？没做好当爹的准备呗。换我，我也想跑。你们人生阶段都不一样，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？通过刚才的阐述，可以听出来他对黄英的爱是存在的，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在撒谎？那不成自我矛盾了吗？你抓住的不是谎言，是企图被掩盖的真相。人的潜意识反应是很难被控制得住的。如果他的自我意识存在的真假错乱，矛盾的产生是迟早的事儿。人的情感关系虽然很复杂，同时也是真实的。所以才会想到通过了解他与黄莹的关系去寻找动机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刚想到吧？啊，不不不，我只是想确定一下。戒了吧？我抽了吗？啊？这么啰嗦，还不乐意听？哎，高队。你有女朋友吗？这是逃脱反应，应该没有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就诊资料？谢谢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我想起来了，大概是2个多月前吧。这孩子是个兔唇。兔唇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现在手术基本上能够大致修复。
生，写错了吧？这上面怎么写的是二胎？那那个孩子呢？现在在哪儿？据说是夭折了。夭折？对。具体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只是听他们提到，不是在我们医院发生的。就这样？什么叫就这样？这都有科学依据的。感觉在你们面前没有秘密啊，简直跟透明一样，所以自己看着办吧。别呀，咱们是一对的好吧？谁跟你是一对的？头胎夭折，二胎母子俱亡，这会是巧合吗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不信你们写不出来了。我来。自从失去第一个孩子之后，他就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。是真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不信。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不听。听我说，他在哪儿？葬海里了，这事儿还有谁知道？我妈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说你老婆患了抑郁症吗？她已经好了，我们经过两年的调整，已经有所缓和。当他得知这个孩子是兔唇，你能明白吗？我只想让他回到以前那样。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？我怎么可能不想要他？当你看到这个孩子有缺陷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还有当时黄莹是怎么想的？医生说也没什么大事儿，等孩子出来做个小手术就行。咱们还没有聊过给孩子起什么名儿呢。你自己决定就行。上个孩子，
你就没有给他起名。人都没了，要名字干嘛？为了纪念他，为了让他知道他有个哥哥。人死了有什么哥哥？哪来什么哥哥？哎，什么啊？急什么急呢你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但是黄姨想。别想诬陷我。你讨厌这个孩子？你凭什么这么断定？根本就不希望有这个孩子。不是，跟我们说实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希望黄英死了，孩子就可以跟着没了？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杀了你的妻子？不是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我都说了，不是，那是意外。人就是你杀的，一尸两命。对不起，警察也是人，是人就有感情。没有破不了的案子。你也不相信黄英会自杀，对不对？是。
事实永远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。在公司，我和葛凡中的关系最好，私下里我们两家也不错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老婆跟黄莹的关系应该也很好。挺好的，他们结婚的时候还从婷婷那儿买了一份保险。黄莹买的这份保险的受益人是谁？肯定是对方啊。他们两个人夫妻关系怎么样？两个人在一块待的时间长了，多多少少会有点问题，吵吵闹闹也正常。我们想跟婷婷聊一聊。我们知道你跟黄莹的关系不错，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他们的投保项目跟别人比起来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其实每个人的保险需求多少有些不同，我也有义务推荐最适合他的。当然，同类产品保障范围相差不大，可以看一下。这份就是他们的是吗？对。谢谢。你觉得黄莹最近的状态怎么样？他状态不是太好。他有抑郁症这件事你知道吗？没了孩子换谁都接受不了啊。那他跟葛凡中之间有矛盾，这你清楚吗？这个我也不好多说什么，毕竟这是别人的家事啊。黄英会自杀吗？怎么可能，黄英再次怀孕的时候情绪比以前好很多，不可能自杀。那你现在就给葛凡中打个电话，现在就打。我不着急。警方结果吧。我就是不明白，黄莹的抑郁症，鞋的磨损，保险受益人的变更，这当中一定有什么原因。葛凡中坚持说那是场意外，一定有些什么遗漏了，我要回去再看看视频记录。还有一点没查呢，他母亲刚逃完劫回来，咱们看看。五月十三号下午3:15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。5月13下午3:15，几乎每回都是这样的状态啊。这3个月之内，总共出入医院16次。要不是感染，就是发烧发炎。感染、发烧、发炎。你看这是不是葛凡庄？哎，得到了，这一天儿童病房有一个孩子的死亡证明。
高队。您就是葛凡忠的母亲吧？是。坐吧。本来我们昨天想让你来接葛凡忠的。这种事儿他自己能处理好。您媳妇出事了，您不关心。你们想知道什么，直接问吧。今年3月1号，黄莹出了车祸，当时您在现场。在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没撞上。这是死者的照片，这是死者穿的鞋。我们发现他和出车祸那天穿的是同一双鞋，我们现在怀疑他的鞋底被人打磨过。鞋底是不是你磨的？你怕孩子还是有缺陷？黄莹当时怀着孩子，就算你不关心她，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孙子吧。聊一聊他们第一个孩子的事吧。樊忠只跟我说孩子病逝了。认识这个人吧？说吧，他找你们干什么？他有没有说为什么？虽然我丈夫他改变主意了，但是我没有。谢谢你，葛先生。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吗？啊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为什么你们会不想要这个孩子啊？你放心，孩子很健康。我一定会把他当作亲生去照顾的。谢谢你。你应该明白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的后果吧？我需要你说我明白。我明白。有多少钱？一共给了5万。
发现他们夫妻的感情有什么变化？范冲，他不喜欢我介入他们的生活。他们小两口自己过，自在。王爷那段时间经常不出门，你知道吧？听说了。那你也一定知道他患有抑郁症。照片上这孩子谁？范冲的哥哥。他有哥哥。13岁的时候走了。是生病还是意外？那年夏天，他们偷偷去海边游泳。他们俩关系很好，哥哥去哪儿，范仲都要跟着。我们从来没有再提起过那件事儿。可我知道。他觉得我好像一直在怪他，甚至恨他。那之后，他就再没笑过。小盛从小听话，学习好。范仲内向。这儿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找到什么了？什么？刚才小燕打来电话，她说葛范仲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病死，是让葛凡仲给卖了。他把孩子给卖了？他是有多不喜欢孩子？童年阴影完全有可能成为他的杀人动机。他对黄英有严重的占有欲和控制欲，自己体弱多病，哥哥更受宠爱，导致他年幼失衡，心理扭曲，对孩子以及未来拥有孩子家庭模式深感恐惧。你觉得他哥哥是意外溺水？干嘛？你怕他看不见你啊？嘘。
人呢？葛凡中，站住！追！喂，上车啊！站住！站住！是我。好了，你在哪？给我发个定位。站住！我知道他在海滩，别乱动啊！你们等我啊！你们尽快，听到没？喂，喂！黄英对不对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跑？你不想要你们的孩子对不对？该问的这些你都问过了。他抑郁症非常严重。脱发、失眠，很多次相思。我早就让他把孩子打掉了。你有想过一个做母亲的感受吗？我没让他生啊。黄英心里都清楚，他知道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他知道你要杀他。我爱他。你爱他，你卖掉了自己的孩子。不是，没有，我，那孩子他有病。孩子有病，你就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。不是因为孩子有病，是因为你讨厌孩子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都说了为他好，他不懂，他不懂。告诉我他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他已经死了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你听不懂啊？没有死，他没有死，你骗我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你不想要孩子，为什么不离婚？
小孩吗？没了又不会死，你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走开！我不想听！他是我的一切。为什么？啊？就为了他？他有那么重要吗？跟我回去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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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跟我回家，走，快点儿。人就是你杀的，你也有想要救他的念头。是。黄英的是你，对不对？不是我，我在这儿，我在。好小孩子，
黄莹真的知道葛凡仲会杀他吗？不重要了。